你们两个都说是我的姐姐，可是我也不能有两个姐姐呀。今天你们就来一场剪纸比赛吧，我的姐姐可厉害了，所以你们谁能剪得又快又好，谁就是我的姐姐。好好好，我要先来剪，我才不是乔治的姐姐呢，我是小鬼僵尸变的。乔治总是阻止我做坏事，所以我要变成他姐姐的样子把他给骗走，到时候再把他关进大牢，不就是剪纸吗？这也太简单了，我随便剪剪就行了。快看呀，我已经剪好啦。其实我才是乔治的姐姐呢，我是真的佩奇，所以我要保护乔治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。乔治乔治，我真的是你姐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，可千万不能被小鬼僵尸给骗走。剪纸是我最拿手的了，我要认真的剪，仔细的剪。快看呀，我也已经剪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才是我的姐姐，你肯定是小鬼僵尸变的。哎呀，不好，怎么被发现了，赶快跑。